今天要请你来谈的主题哈，比较有趣一点。目前呢，在流行歌曲流行歌坛里面呢，有很多的歌曲啊，都是有国语歌词，也有闽南语歌词。嗯，那你知不知道你在你的歌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歌曲？有吗？我今天请你来就是想一想带带这几首歌曲，因为这些歌呢，在舞台上呢，或者是观众朋友都非常喜欢听。好不好？好的，这首歌叫做国语歌，叫做《我的丽娜》。我的丽娜，我们来听听看，你唱跟我唱有什么不一样，好不好？来。在有夜时，阮想要对伊表示 I love you, I love you, love you。换我唱给你听，好不好？听过没？我的丽娜，我的丽娜，这首歌呢，是在民国58年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个一寸歌王倪萍所演唱的歌曲。难怪我没有听过，那你讲，我还没有出生呢。胡说，那时候你已经在唱歌了。我很小啦，很小，很小，对这个歌不熟悉，没有印象。还有一首歌曲《水果妞》啊，《水果妞》啊，因为我这首歌我是从那个英文的版哦，我听到的，你有国语的吗？有国语的，有啊。你唱唱看，然后我唱唱国语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来比较一下，谁先？来，换我先，换你先，好不好？好好。哎呀，你丢下了我，你丢下了我，恨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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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忘也忘不了。你忘也忘不了呀呀呀，换你啊。啊，别拍死啊，别拍死，好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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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心怀鬼，好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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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心怀鬼。好听。你知道我唱那个歌词欸，真的，这首我真的就没有印象了，是一点印象都没有，都没有。那时候是五花瓣合唱团的主唱蔡咪咪小姐。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小了。不过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请你来上我的节目吗？为什么呢？我有企图。有什么企图？因为我想，我今天呢很想跟你唱一首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，但是是你所做的曲子。忧愁的牡丹。忧愁的牡丹。